火爆场面，首先来看新北市新店有一名男子，昨天晚间带着10岁儿子去卡拉 OK， 被一名酒客飙骂说小朋友这么晚了为什么还在外面，双方呢于是从口角演变成为肢体冲突，后来啊在大街上追逐互殴，过程当中还波及到一名很无辜的路过女子，后来两个人都被移送法办。另外在新北市中和则是一名张姓男子，不满喝醉酒的黄姓男子常常酒后对他辱骂，于是呢气得持刀挥砍黄姓男子，造成他全身有多处刀伤，目前还在医院急救当中。深夜时分，两名男子怒气冲冲，手持杆子在大马路上演你追我跑。黑衣男的杆子比较长，紧追着对方不停飙骂，两人更当街爆发拳舞行。民众见状，吓得赶紧报警。辖区警方获报，立刻到场。听到是说他从那边绕一圈过去，打到过去。事发就在新北市新店一间卡拉 OK 前，警方调查，35岁的陈姓男子不满另一名陈姓酒客对他的儿子飙骂，一气之下和对方爆发口角，接着更演变成肢体冲突，持旗杆和三角锥连杆互殴，还波及另一名路过女子。害得他头部挂彩受伤，最后三人通通进警局，互相提告伤害。是塑胶连杆断裂而喷飞散落，波及到当时路过的一名民众。本案经当事人提出告诉，警方后续也将两人移送法办。另外，新北市中和16号上午也发生持刀冲突，白衣男持刀不停挥舞，吓得红衣男频频退后，但嫌犯还是不肯罢休，朝对方身上砍。过程中，就连上前阻挡的民众也被刀划伤。救护人员获报，火速抵达现场，将伤者送医。拿那个刀子，他们这么长的刀子，都砍他了。去那个店里面，我就叫人家打电话。公庙前发生砍人案件，原来是因为一名张姓男子不满黄姓男子酒后多次对他辱骂，这才气得持刀砍对方，造成被害人全身多处刀伤，目前还在医院抢救中。见被害人黄男受伤倒地，嫌疑人张男手持刀械站在一旁，立即通报119协助伤者就医，并逮捕张贤。动手的张姓男子后续也被依杀人未遂移送法办，因为一时情绪失控闯下大祸，后悔也来不及。记者赖信白马旺家新北市采访报道。